请各位就坐。请主席宣布延续上午的第四审查会的检讨及报告。宣布开会。下午的议事日程是继续上午哈，我们第四审查小组各单位哈业务报告以及检讨。首先我们请许亚干许议员，许议员发言。谢谢我们的大会主席哈。今天列席的第四审查小组的各位局处的主管，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乡亲今天列席的我们有180多位的国中小的校长打给我安本席今天再来延续今天早上我们所有同仁在关注关心的这些议题其中首先我的未来个延续早上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反毒防毒是说这类毒品的要怎么样去防治这个议题首先我要请我们埔里镇三所国中的校长请你们到台前来这里我要跟你们了解一下我们三所国中的校长请你们进来没关系三个一起进来都 OK 三个一起进来三个都可以一起进来普里三个当这一百块钱啦徐燕三所是多三所普里国中普里国中还有红人红人还有红人好那请到前面请到前面刚才那个讲台头讲一下首先我要问三所国中的站中间一点三所国中的校长那去年我们埔里的国际狮子会就是水秀的狮子会我们有透过这个台北的赶路的宴的协会有一些资源来我们埔里在国中放映就是这个 3D 3DHP 反毒的电影宣导车我要请问你们三位校长在你们学校都各演的好像不止两场吧几场两场各两场嘛哈你们觉得说这个电影放映之后小朋友观赏了之后的效果你觉得有好个啊不哪一首校长先推的主席议员效果不错因为这部电影是 3D 然后引起学生的动机特别是对毒品的认识它这个电影是一个互动式的所以学生他有反应也有他的启发我个人认为是不错的一个宣传的方式对毒品的认识谢谢他对抑制 毒品的效果你觉得怎么样后续的部分的话我们会继续透过课程还有我们校长的一些推动让我们的埔里的国中的学生在重视毒品的这些泛滥的问题希望他们能够借着这些比较实务面的一个互动式的一个宣传能够达到反毒的效果好谢谢你陈校长主席还有徐演还有各位议员还有各位同仁大家好那好各好吧你说就好是的那这一次的这个观赏的影片因为它是互动的那所以呢同学们在观看的时候特别能够聚精会神的观看再来一个很重要就是他有请到更生人那亲自的现身说法所以让同学们能够感受特别的深刻那这个活动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希望能够继续来做一个推广谢谢好那我们的陈校今天也是陈校长主席还有那个徐议员那我想在整个活动的一个播放当中其实刚刚提到的我们这个活动是属于 3D 的一个影片那
相当具有学生的一个吸引力，同时因为在整个会那个播放的当中能够透过一个亲身的一个体验当中去传达整个缓读的一个讯息，所以说来讲的话，效果在我们会后有一些学习单的表现也都展现很好的一个成效，谢谢。这样的话，你们三位校长的回答都是认为说这个活动办得非常的有意义，是不是？是。那你觉得说以后要需不需要再继续来推动？需要。好，谢谢。那请你们回座哈，请你们回座。我现在就这个问题，我要来跟我们的李处长哈做这个哈做一番的探讨。有关这个课程的部分啦，吼，我是希望讲，因为校长拢为侬讲哦，吼，因为迄个伫咧放映之后，大家都觉得说好，学生的反应都非常的热烈，哈，而且都能够聚精会神底下观赏，绝对无冷场诶，而且让孩子们去懂得什么叫做毒品，啊，毒品吸了毒品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而且又更生人来那边现身说法。所以孩子们就会了解说吸毒的这个之后的后果是怎么样。我感觉这就是认为讲效果有影真正是袂歹，所以讲开这个钱有价值无？我认为讲有价值啦。虽然是讲有较贵，唔过但是伊这套机械就是这么香。啊，伊要办一张这个放映这个电影车来到这边来放映。他必须要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来配合啊，这个这套机械嘛是真贵，是为以色列进口的所以讲咱开迄个钱，我认为讲一次呢可以让300位的学生同时来观赏，而且来互动，所以我认为说它的效果应该是不错的啦。呀，但是不是讲看好看了后的大家啊检讨一下就好啊。我认为说这应该是要变成一个常态性的一个正式的生活的课程，正式列入我们的教材里面。因为现在这个毒品已经是很泛滥啊，尤其是玻璃顶就变成毒窟啦，我感觉很见效的，不过就没办法的，事实上是这样子。不只是南投，不只是埔里，甚至是南投县，因为那叫山区底下较偏僻的所在，有人底下在做毒品啊，做安非他命啊，做其他毒品啊，啊，即卖毒品阁是千变万化，五光十色，什么货当物件拢做会出来，甚至讲像这啦口香糖，这嘛有可能是毒品啊，咖啡包也有可能是毒品啊，什么什么迄个足侪糖啊糖啊啦，是讲果汁啦，还是讲饮料，他们有可能都是变成毒品的那个变装。啊，囡仔若唔知影吼，伊会去食着。啊，唔是讲囡仔家己讲吼，就有这个来源，是因为有摇头的饲嘛。伊都是为了要赚钱，所以伊会去饲。甚至这个吼，已经延伸到国小的这个部分啦，是非常的严重的代志啦吼。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因为咱的囡仔是咱未来主人翁呢。你囡仔你若无甲请好，等下互伊讲吼，去染着毒，要叫伊讲吼。要过来改吼，啊来，也是讲哦，那迄个就足伤啊，就对啦。迄要改效果嘛，真无好啦。你着知影，你着是为你嘛是关护人协会的嘛吼。一旦染上毒品的话，能够全身而退、改掉、洗心革面吼，个改掉的人吼很少啦。当嘛是有啦，唔是无啦，但是其实是很少哦。那要相当大的毅力，才能够把这个吼毒瘾改掉吼。啊，所以我是有点希望讲，我们要制定教材，作为不只是国中的这个部分，国小的部分，那得要给它做来吼，录来做迄个正式的教材。然后我们学习了之后，观赏了之后，还要办一个什么测验，大家分享这个心得，互相来检讨，让大家去吼，囡仔大家迄个想象力拢真丰富啊。哦，让因去大家去检讨看嘛，了解，不要让他们认为说，好奇吧，一好奇这样行不行？去假话买的，让他们觉得说这个毒品就是他认识之后，他伊都未去感觉讲真好，特别过去个吼去个假话买的。我想这是正式的课程吼，内底应该是爱个落来啊，不只是国小啦，不只是国中啦，吼。
但我拄仔咧讲讲，去年有办这样的活动，那教育处也是从善如流，今年有编了300,000嘛，哈。我是看外看你的工作报告来的有300,000，那是从民间募集的资源有400,000，合计是700,000。因为大概9月的时候将被颁嘛，但是那个隆重六天才会当颁12场呢。12场的话，如果是一场是300位学生可以参加，那等于就是说，全部今年的经费就只有3600位。学生有这个机会能够去观赏这一部电影。我请教我们的处长，我们南投县国中生拢总多少？好，我们请李处长答。谢谢议员非常关心我们孩子的健康，也关心毒品要怎么样杜绝的问题。那我们在9月份马上会有12场在。12个国中办理3D 跟赶路的宴，是在南投市还是在哪里？报告有南岗、南投、中心、营北、草屯、旭光、竹山、民间、三光、国姓、鱼池、沿河12场。那我请问一下，那南投关中的国中生有几千个？15,000多人。一共有5,000多人哈、哦。对。那表示说我们的这些学生还有2,000多人，2,000多位。无机会去看到这个吼电影车，我希望讲你的经费要变较济咧啦吼。当然我知影你的经费无真济，你还是东凑西凑，才凑到300,000吼。我认为说这个钱应该要花在刀口上，咱得应该开，是不是安尼？报告议员，我们找了600,000，后来我们又跟民间有募，所以我们总共有600,000，一场50,000元，我们办12场。是啊，外资料不只是600,000，我的资料里面是700,000哦。是是是，也是700,000哦，不只是600,000哦。我们希望能够再多募集一点多的经费哦，再多办几场，让其他2,000多位的学生也有机会可以去认识一下哈、哦。啊，每一年你拢爱办，不是光给你办了，每年都免办哦。以后就是常态性的，你每年都要编这个经费哦，哈、哦。好，谢谢，请你先坐下哈。另外一件哈，另外一件就是讲，我之前有在建议，就是我们的幼保哈，幼保科，我希望讲咱的教育处哈，真正是来吼，好好啊，思考一下，咱南投县哈是唯一哈，唯一诶，甲澎湖、甲金门哈、福建。赶快无幼保科诶，这个设置诶一个教育处吼、哦。我想咱南投县政府唔通讲吼，互、哦、人笑讲咱咧遐尼无进步，因为基本吼咱诶，这个幼小、迄、那个幼保诶部分啊吼，业务是真的是非常繁杂。您即卖是并入在学务科，还是在哪个科？还是社教科？报告议员在血管科，在血管科哈，对。然后血管科本来业务的真大哈，啊，你这么个加这里幼保的，幼托合一之后，真正是工会真多啦。咱吼老公有编幼的有成立这个幼保科，我们应该会有比较专业的，而且比较多的哈，有专业技术哈，而且专业知识的这些人吼来办吼，哎，当把咱的这囡仔带了会更较好哈。那我希望你。下学期哦，你也当想试办看看。是，谢谢议员，我们马上研议。哎，是。差不多三明期准，你也当哈、哦、成立。经过县政会议的时候，你应该可以建议呀、啊。是，如果县长同意的话，我们会马上办理。我希望下学期啦，嘿，下学年的第一个学期哈、哦，我们就能够来试办哈、哦。是。啊，应该按呢期准，但呢幼保的业务会做得更好、哦、更完善。好、哦，好，谢谢。谢谢许议员，谢谢。哎，我要请教我们卫生局哈、哦，那个药证诶，防治诶，这个哈、哦、药品防治诶，那个科长严谨，你的科长，我拄仔咧讲，因咧贩毒诶，这个贩毒这个车吼、哦，咧做电影这样，那每一场就需要差不多5万块钱哈、哦。不过这个业务应该算是你们的，你是正正式式的药证及毒品防治科的科长。这是恁的业务呢，啊，恁有编经费无？我问你。谢谢主席。李科长答复。谢谢主席，谢谢许议员的关心哈。那
药政及毒品防治科是负责我们南投县毒品防治业务的一个综合规划的一个秘书单位。那我们毒防中心有四个工作小组，那包括你有边境会无啦？较要紧啦，我唔免听你遐讲较济啦，无时间啦。今年我们有支援教育处五万块。哦，支援教育处五万块，那是很多嘞吼。不多啦。不多吼。边一边会当演加演一场啊？唔是唔是安尼？这是你的业务呢，你编了那个做一场，你敢袂感觉讲真歹势？这是你的，你我来讲哦，这是你的责任哦，你的疏失。你今年吼在咧边境卫生，这你一定要家己爱想看卖咧。这个防患于未然，咱的囡仔还袂染着毒品以前，咱就应该这种的知识，这种的常识，应该赶紧吼，或者囡仔了解。啊，你遮重要物件，啊，你拢无咧边境费，啊，甲恁退咧退五万块，啊，实在讲有影吼，足离谱的啦。这是你的业务啊！我等总咨询的时候，我对着这部分的吼，我会搁甲你探讨看卖咧。你若无吼，据理力争吼，赶紧啊想办法。凊彩嘛爱争取正爸爸拿来倒做。一年的话，我唔是讲干那做迄个电影的宣导车而已啦，其他的吼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可以吼去宣导这个毒品的泛滥啊。真正是变拢防治是足重要的，万恶之源就是治安，治安会较歹，就是因为拢毒品引起的。查到会遐尼济，拢是因为食毒品。迄真正一个毒品若染落吼，规家伙啊拢破，拢害了了去。迄、那个囡仔就一世人拢报销去啊，是足严重的代志。所以，总咨询的时候，我会跟你再探讨这个业务。好，谢谢议员，谢谢。好，我们谢谢徐亚干徐议员哈，黄局长，这个反毒哈，真正真是啊，阳光本会啊，所有的议员啊，拢足关心的哈。我希望讲啊，无那真正区区五万块哈，还五万块哈，真正车水背心哈，这我看是起不了作用哈。我希望讲会当的人哈，尽量来协助哈啊，教育处各学校哈啊来地板较济的哈。啊，包括那个处里面都一样哈、哦，好不好？啊，接下来我们请张志明张议员啊发言。啊，主席，还有咱议会各位同仁，以及咱管务的团队，甲各学校的校长，还有电视机面头前的好朋友，啊，大家晚安，大家好。那我想首先，我想要甲教育处长报告一个代志，就是讲，本席伫德山镇，两年前有引进一个叫做高雄市立空中大学来德山，哈、哦、啊，即开设工商管理系，伫这个竹山高中。那今年我嘛引进这个国立空中大学啊，竹山专班嘛是来德山，啊来开一个生活学系，专门教完长照啊、观光啊、个民宿啊、个法律这些课程。那我想要拜托咱教育处，因为过去彭处长有甲答应，就是要谈迄、那个即、這个线路啊，是教育处网站遐做一个连接的动作，还有较侪落水线、德山落国的好朋友、乡亲，想要读大学的，拢会使来啊来读吼。这部分在处长有法度斗三工无？好，我们请李处长来。很感谢我们。张议员哈，对于教育处，然后对于竹山的民众求知的权利的一个爱护与争取，那连结网站是我们该做的，如果没做好，马上改进。哦，谢谢你哈。过来就是讲，我有看到一份报告哈，就是馆长去学校试导哈，视察的对吧？补助项目，这内底我找无德山，甲找无乐国的，啊，这部分。我嘛拜托伫楼顶的德山六国的这校长哦，因为我是德山六国选出来，是毋是这校长若歹势报，还是要袂记咧报的吼，拢报来我服务处，啊我统一整理了后，啊我才互教育处长，你著去衡量吼。阮德山拢免坐啦，阮著比照南投市的就会使哩吼。南投市若补助完这偌济，阮德山都啊偌济啊就使吼。这一部分应该我找无德山的啦，还是要搁说明者。无吧哈、哦，这个哈、哦，那这个
啊，叫馆长吼、哦，来阮德山校试导的时阵吼，嘛加减，这馆长我感觉，馆长即摆那像，是德山人，到底是有即摆是担当，阮是几个，我总咨询我再甲伊讲啦吼。到底咱做县市，还阁有德山，还阁有六国啊，无安尼吼。好，过来就是讲迄、那个，阮即摆离竹山镇吼、哦、有一个物流园区，啊，即摆拢荒废啊。啊，我现在拜托咱建设处啊，甲社老处帮忙，我们要看会当合盖无吼，也甲农会用农会的所在。啊，如果能够和解，我们希望成立一个长照文创大学园区。啊嘛，拜托教育处到时候搞完到啥讲啊呢？好，谢谢处长的请托。谢谢议员，谢谢。和文化局哈，啊，这个书法，咱的书法大师哈，咱的局长哈，啊，即届阮德山镇有一个造酒。啊，我想讲，德山镇除了做酒以外，嘛当让外来观光客，嘛能看到阮德山的文化的素养，所以想要办一个酒头，啊，甲书画的展吼，啊，局长才甲咱斗相共，应该是有法度啦吼。好，请林局长答复。谢谢党会主席简议员，谢谢张议员啊，关于。刚刚张议员提到说要办大型活动，跟文化艺术有关，那只要是我们这边的业务，而且在经费预算允许的范围里面，我们会全力来支持。啊，搁知啊吼，拜天做者议员拢在讲三 D， 我差不多啊有听到一个好朋友甲我讲，某位三 D 神明展啊，就是讲那就神明会使甲你握手，神明甲你讲话，迄种三 D 的吼，看有法度，咱文化局来斗相共。啊，嘛利用做酒的时阵，看会当一间庙一间庙，甲用起来，反正德山变做一个神明镇啦，神明的故乡啦，就变做德山安尼啦。啊，拜托文化局吼，甲咱斗相共安尼啦，吼、哦，这点呢拜托局长，啊，未使让你讲唔啦，你请坐啦，谢谢你啦，吼、哦，局长咪比较少，我就知啊，吼、哦、，OK， 啊，过来我收，我把这个时间留予迄、那个，咱。那个环保局哈，局长，这个什么问题你应该有看出来哈？这样子有没有看？看你敢看？啊，请环局长答复。报销空调系统，有啊？应该是风管内底。你的新闻可能看阿无哈？这个是风管内底吸出来，好、哦、啊，好、哦，这人讲话恐怖。你就知了哈，啊，我也唔知，阮议会到底防港，伊议会应该起无偌久，但是防港内底到底是唔是有垃圾无？那都是这些几乎是室内空气品质的污染的非常重要的地方，哈、哦，啊，这是唔是我到未来，你的室内空气品质咧检查的时阵，去我们甲咱强化一下，哦，卖讲防港内底规个垃圾到哦，这规拢卡的因果很沉呢。啊，即那里便宜，即个细菌在遐滋生了后，啊，个风个个吹出来，啊，都大家本来就抵抗力就较弱啊，怎愈弱？吼、哦，啊，即拜托咱环保局吼，甲咱斗相共吼，啊，拢知影，我想环保局嘛知影吼，即、哦这个100年的室内空气品质管理办法通过，那101年实施，啊，1805年嘛公告迄个场所啊来检查，是毋是咱南投县拢通过？南投县第一批要检查的都通过，全部通过，目前都通过了，都通过哈、啊。我认为啦哈，因为都通过，就像都在防控，防控一定无检查的款啦哈，还是检查的角度唔对，踮下骹检查嘛。伊上少爱去你面顶翕一下相片，讲防控内底到底有清气无清气嘛。所以讲是唔是这方面帮阮加强，好卖好这个建筑物，毕竟是一个病态型的。建筑症候群，哦，这部分我相信局长你做清楚哈。啊，这内底防空内底上容易发霉，它造成粉尘，然后有细菌的温床，哦，啊，这若是便宜内底也好，尤其是阮议会啦，你市政府内底，哦，像咱的县政府县长是敢有检查？你县长的健康爱顾着哦，我怪县长拢不爱谈县长是拢出去外口拍照。是不是伊嘛怀疑风管内底可能有问题啊？这部分拜托你检查一下，吼、哦，就是风管里面的检查哈、哦。然后我希望我们县府也请国际的组织
SGS 来做一个检测，哦，去帮人家拜托局长哈，这倒三工者哈。过来，阮第三，本身一个拍拼一个代志，就是讲竹山镇我们的工业区没有污水处理厂，那我们一直希望这个污水处理厂能够结合未来要做的民生用水污水处理厂来建立起来，但是营建署一直不同意。那这部分分析已经开始要求咱环保协会来阮德山这个所在，就是工业区放流口，来替阮做水环境的检测。那环保局嘛，真斗三工吼，咱的环保局迄个管水也是多一个部分，多一个科长嘛。张科长，好，你站起来一下哈，啊，让我们肯定一下哈，非常感谢您哈。请科长答复，要答复吗？不用不用不用，谢谢你。哎，只是站起来大家切塞你啊，真怕病，空气也都这里灌了，空气。钟科长，钟科长，你嘛恰巧大家切塞者哈，哎，感谢你哈。那我们的希望就是说，这个水环境能够制造我们竹山人跟工业区的工厂是合作共生，咪大家互相说去抗议啦，是大家做伙来把这个环境做好。所以讲，我就要拜托，拜托咱局长，是咪咱们竹山镇，你竹山镇是真可怜，竹山镇的环境空污，即卖竹山甲玻璃大家拢变输完。哦，你污染上多，拢是 PM2.5， 拢是阮德山镇排头啊三名，全国啦哈、哦，前三名。那竹山镇的空污有问题，再来水环境，工业区没有污水处理厂，水环境有问题。后来异味，嘛常常做一人皮流味，这嘛有问题。所以这部分是咪拜托环保局来帮助德山镇成立一个环保教室。想少嘛，逐个月，咱来办一个环保的，啊，德山人较了解环保的问题、环保的议题，啊，后摆你反映，较知影讲用数据来反映安尼。好、哦，拜托这个局长，拜托哈，局长你请坐，谢谢。好，那我们再接下来，我想请那个卫生局哈、哦，局长，你这个有用一个叫做《食品管理条例》自治条例哈。是不是？啊，请环境长答复。啊，谢谢主席简议员哈。啊，谢谢啊张议员的关心哈。对，在这个会期里面，我们有提出啊食品安全的自治管理条例。好，那你在总说明里面有提到瘦肉精，还有饲料、奶粉等等哈。可是你在条例里面好像完全是讲到核安食品的问题而已。有这些条例来对。哦，这一次提出的那个自治条例里面，在第三条、第四条里面所规范的部分是在那个核灾食品的部分，但是瘦肉精的部分是没有纳入在这一次的自治管理条例立法的那个条文里面。所以我想要拜托你，是不是我到底阮后尾二读的时阵，啊，你帮阮查有关于瘦肉精。要按那里咱食品条例管理办法得纳入，想救啦哈，想救你嘛爱产能鉴定。我即摆听到猪肉吼，唔是敢食台湾的呢，猪肉嘛有食外国的干咪？是不是？也有的从国外进口的肉品，猪肉的肉品也有，猪肉也有嘛，也有，对不对？对。那我南投县所里屠宰场，阮家己的屠宰场所抬猪。应该南投县啊，南投的马库，那有这个马库就是讲我产年鉴定爱是台湾出来嘛，安尼大家去选定嘛，我这个是台湾的猪，我这个是南投县的猪，啊，这个是外国的猪，外国的猪有没有瘦肉精？应该我们没有高额的保证，绝对不。这是在那个进口的时候的边境查验的那个部分会去查验，因为能不能含瘦肉精的部分是卫生署卫福部的食药署他们在做统一做那个食品卫生标准的规范，是在那个地方。如果是规范不能够含有那个瘦肉精，就是已停受体素的话，根本它就不能进来。那看看它的边防的那个边境的检查到底是猪皮或者是抽验的方式还是这样。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是外国的猪、外国的食品，是在中央就会检测的吗？中央订定标准，因为它是必须要经过港口或者是机场，进到我们国内来贩售。一个检查嘛。对，它会要，它必须要向那个海关申报。如果让咱在地，像我最近看电视哦，啊，会用注意的免疫的话哈，用套嘴套疫苗，疫苗，结果套一个伤济伤过头济罐，本来要伊要饲哦较大只的，结果愈饲愈散。啊，我认为。我们的鉴定应该要开始做了吧？啊，那无，咱要安那讲，咱南投县所抬的，啊，咱台湾所抬的，是比外国较好，等于无得讲嘛。那是不是说，请你把产源鉴定这一部分纳到我们的食品安全管理条例来的？这是牵涉到农业处的业务跟卫生单位这部分，我们再来跟农业处那边来会商，因为这个部分是在饲料的管理，还有那个动物用药的管理的部分是在农业处这边，然后他那边能不能准许使用，然后后端如果是说前端同可以使用的话，那后端的卫生单位再订那个标准，是这样的一个程序。那是不是你在下一个会期，我都敢做这方面的条例的修正，或者做这方面的报告给本席？这个部分可能我们带到县政府里面，再跟农政单位来研究。拜托你整理一下。是在里面要研究，还是 ？OK， 好。那我也特别感谢我们教育处哈。那教育处长，我知道你是一个很认真。阿嘛真，李教授真通融，真容易沟通协调的人。啊，要甲你报告就讲，本席里上一次的会期里面有讲到，就是推动环保一志向的活动。啊，咱希望讲，和国境学校来比赛。如果，比如我这一间学校，我张志明学校旁边有庙，那我能够帮助这个庙。推动一志向的这个运动成功的话，我们教育处用比赛的方式，或是用讲助的方式给他讲助。包括我们常常就我们啊，咱教育处有什么人也是袂记哩啊。教育处，我这叫处长讲是较歹势啦吼。这我们是什么人有责任？来，请简单答复一下。啊，我们请李处长答复。报告议员哈，我想由教育来学习推动环保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那我的了解，我上任到现在的了解是我们还没有做，那这部分我们这一期特别来努力。OK， 那我要跟处长拜托，就是我们希望下一期的定期会之前，你就能够缴出一个成绩单。是，谢谢。麦公以为的讲，我们怎么样公公告呢？结果嘛是没做。啊，当然，我慢慢的清楚，其实你们的事情也很多，啊，但是我总是希望，规个整个的南投县的环保会当愈来愈好，啊，这个要借助啊我们楼上的校长，还有我们教育处来帮忙啊，这次也请特别帮忙，谢谢你。好，谢谢议员，谢谢。OK， 好，我就整个的德山未来是要安那好起飞起来。六国变阿国会好，这是我在地算出来议员的应有的责任。啊，我暂时嘛要拜托各局处，就是阮讲过的代志，尤其是分析讲过的代志，我都会在追踪。那我希望我在追踪的时候，会当真清楚，甲我讲啊，即卖进度，而不是大家拢无做，安尼，但议会即阵就无意思啊，啊，暂时拜托各位官员协助，谢谢。好，我们感谢张志明张议员的发言哈。那个草屯国小校长在不在？好，站起来一下。还有那个陈屯国小许校长在吗？啊，你们两个哈，会后来签到一下哈，忘记签到哈。紧跟定位换了，紧张啊哈。好，我们继续请我们林芳仪林议员发言。
谢谢大会主席、简议员、本会秘书长啊、还有第四审查小组各局处长啊、以及各科室主管，还有辛苦的媒体记者啊、以及议会的好同事，还有我们各国中小的各位校长，关心我们南投县政的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也要跟大家说一声辛苦了，从早上到现在的会议哈。其实早上这么多位的议员所关心到的就是我们教育的问题啊、我们环保的问题，我们卫生的问题啊、其实是多面向的关心哈。尤其今天我们各学校的校长都在啊、所以说可以趁这一个机会好好的沟通一下。但是首先我要了解的就是我们卫生局的这个业务，我请教一下我们的议政科，对于在你的资料里面220页有提到了我们的一些自杀案件的这些通报，我想知道一下数据。对于我们单单埔里的话，在去年的自杀案件通报有几例？请科长答复。好，谢谢主席，还有谢谢林芳宇议员关心有关自杀通报的部分。在去年度105年度的数据嘛，哈，好，在去年度埔里镇的部分自杀通报的部分是有几例？16例。16例，那今年呢？今年。今年到目前为止，因为现在的环境其实压力蛮大的不管是各行各业啦其实很多人现代的人哈、对于抗压性这一个部分其实也是蛮弱的，所以自杀案件的频传，其实在埔里当地今年度就有好几个案例，因为都是身边的一些朋友，所以感触良深哈、所以说在这一个部分也希望说我们是不是说有一个配套，除了加强宣导之外，在这里你们的资料里面我也可以看得到，其实我们做的都有在做，也做得蛮多的。是，但是我们在我们13乡镇的卫生所里面都有设一个心理諮商的这个部分。我请教一下那个科长，心理諮商在埔里的话，他主动通报、主动寻求这方面的协助的有几个案例？跟议员报告哈，就是心理諮商的部分，我这边是有整个南投县。一整年的数据，在去年大概是402人次。好，那这个区块是整个南投县的部分。那以4大乡镇来讲，我们的那个免费心理諮商的预约是4大乡镇大概是2个整次的部分。那能不能在我们马上就总咨询了，是会后之后能不能在明天给我一个数据，就是针对于我们13乡镇。的这些自杀通报，今年度的是还有埔里地区的，还有主动寻求我们心理諮商的案例有几个？好，我相信这个数据可以显示的，就是说，我们在地的一些整个状况是心理状况，还有我们公部门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说得到这些民众的认同？他们是不是说会主动的去寻求諮商？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是，好，这个部分再麻烦了一下。好，谢谢，请坐。谢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我们教育的这个问题哈。其实在学校的部分，尤其是夏天来临了，我相信对于食安的问题，当然我们之前所讨论的核灾的问题，而且刚才听到报告也卫生局这边也提出了。我们地方关于核灾的自治条例哈，但是相对的其他的部分，食品的安全卫生，尤其是在学校的这个部分，学校这边都有举办我们的营养午餐。夏天到了，我相信食品的安全卫生是最重要的，不单单只是它的新鲜度，不单单只是它的营养，我相信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安全卫生。
还有我们营养的均衡，再再都要顾虑到血统的身体健康啊，不能因为说血统的喜好，有人说啊，我好喜欢吃汉堡，你总不能每天给他汉堡吃。所以说在这方面我们要兼顾到血统的安全健康。在这部分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频率的稽查？我请教一下我们教育处的负责这个部分的科长是谁负责的？请蔡科长。我们请蔡科长答复。好，谢谢主席，还有谢谢林议员。对学校营养午餐的这个检查频率，还有你们平常是怎么去稽查的？平常是怎么去注意这些血统的这些营养午餐的安全卫生？好，谢谢林议员哈。那针对血统午餐的部分，那部里面现在就是配合食安五环哈。那特别我们教育处会会同农业处跟卫生局去做前面哈，就是前线性的一个稽查，就是在一年中会走过一千，就所有我们的学校都会做。那去年底我们都有把全部的学校做检核一次了哈。那另外我们也有针对就是午餐实地考核，我们也有就是说三年的一个计划，就是每一个学期我们会固定会大概会就会到学校做40所学校左右的一个考评。那另外平常我们都有麻烦就是定期跟不定期会到校去做督查，这样以上做。所以这个频率是不一定的。那你们对于我们这些营养午餐是用外包的方式是不是？就是我们大概有分三种，一种是公办公营，那就是学校自设午餐。那另外一种是公办民营，就是学校委托民间就是去做主食的东西。那另外一种就是做餐盒的。所以大概所以这种三种的方式都存在于我们南投县的所有的学校里面，他们用的是这三种的方式下去办我们的营养午餐。对，如果没有学校没有厨房，他就那你认为的话，他是以哪一种方式下去举办营养午餐对学生会最有利，而且吃得最健康？应该来讲是用公办公营，就是学校自设午餐，然后学校也可以监督到我们的食材部分。所以在于食材的选择，还有它的新鲜度，我相信是比较能够兼顾得到的嘛。对对，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如果说经费啦，还是学校这边可以配合的话，尽量就是以这种方式下去举办。对于学童比较能够兼顾它的均衡的营养。是。在这边也希望说夏天来临，在这里在这方面，请科长能够加强稽查这方面。好，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今天也提到的校园毒品的这个问题，其实在前两天我跟曾正言议员去到了我们的南岗国中，他是曾议员是到校，他是轮回的，他是很有心轮回的到学校去对于我们的反毒、反黑、反暴力做一个巡回的演讲哈，他用很活泼的方式做这方面，我是去见习啦哈。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不错，民意代表能够以自己亲身的经历去做这些事情，当然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很花时间啦哈。他肯为这些学童做付出，我相信是蛮值得肯定的，可见。毒品在学校，其实我们一再重申，就是毒品不能入侵学校。尤其是我们早上也有多位议员提到，其实现在的毒品的样貌蛮多元的，让你不小心，让你因为好奇心，因为小孩子小朋友都有好奇心，会因为他们的好奇心而去尝试。所以如何杜绝，如何宣导，如何去做，我相信这是我们所有的校长们、老师们、教育处这边都要去关心、要去极力去注意的一件事情哈。希望说千万校毒品不能入侵校园，这个我们是不是做得到？我相信我们的处长他本身也是对这方面是很在行的哈，所以说
希望说在这方面能够致力，于这方面的一个宣导工作，好不好？好，谢谢科长，请坐。好，谢谢议员的关心。在这里，我也因为各校的校长都在此哈，在这里我也要建议一下啦哈。其实现在小孩子就像一块海绵一样，你给他什么，他吸收很好，他就接收什么。所以这是一个人格雕塑最好的一个时期，啊，也希望一些基础的教育能够透过从中的学习，能够透过教育让他们接收，让他们人格塑造哈。尤其是我们的一些消防观念，其实有些学校他会利用一些时间带这些小朋友到消防局、到消防队去做这些消防的演练，实地的演练，我觉得相当的好。但是相对的，在这方面因为人力物力的缺乏，或许他们很有心要去做这些同学们也很乐意，也很好奇，也很喜欢去到那边参与实际的演练。但是由于交通的关系，由于人力物力的关系，所以说有些学校就对于这方面的兴趣就缺缺了。我想听一下我们的处长对这方面的看法，请李处长。啊，请处长到。你觉得这个消防演练实务上啊，你赞不赞同？是学生参与这项的演练。谢谢主席，谢谢议员的关心哈。我认为消防防灾是我们一个很重大的业务。那这一次去金门参访，我也发现了，金门做得非常的彻底。那我也期望把这样的一个防灾的演练带回来，就是说他们让消防队跟警察进入学校，就是把课程带进学校，可以把一些他们简单的设施、简单的操作的模式带到学校去，跟同学做互动。那我发现同学们呢，对于这样的一个防灾的观念呢，跟预防、跟如何操作那灭火器等等，会有非常好的一个了解跟操作。因为是实务上的，可以引起小朋友的一个兴趣。你如果说在课堂上讲那些知识化的文字的话，我相信他们有些会打瞌睡嘛。但是你实际上让他操演的话，他们能够印象更深刻的记在脑海里哈。不单单只是知识的传达，在实务上，我相信他们能够更加的深入。一方面能够自救，碰到紧急状况的时候，他们至少他们能够自救，能够减少一些在第一时间的一些伤亡，我相信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所以在这方面，我希望处长也能够鼓励他们多多的参与，多多的协助他们，鼓励各校能够虽然说校外的一些活动，校外的一些教学，当然相对的有些的困难。但是这不是不能克服的，就像刚才处长讲的，可以请他们到学校来教导，但是到学校教导的话，当然有设备的问题，他们没办法体验的这么多，这么的深切，这么的深入，各有利弊，但至少让学生们能够深入脑海，碰到事情的话该怎么去自救，该怎么去救人，我相信这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谢谢议员。那我在这里再建议一下，我们的教育处这边建议一下处长哈。其实各个学校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有它的特色，学生们、老师们也都很认真的教学，尤其是各项的技艺表演、各项的竞赛，代表了我们学校代表南投县出去比赛。但是在这里建议，是不是说这对他们来讲得到的是一种殊荣，对他们来讲是一种肯努力之后的一个肯定嘛哈，我相信大家都会很高兴。但是相对的，我希望说这些能够变为一个实质的奖励，比如说在财政许可之下哈，你们沟通看看啦哈，财政许可之下用奖金的方式鼓励他们，一方面可以资助他们的经费，一方面不要说因为得了这些奖之后他们要到外面去比赛，反而成为他们另类的一项惩罚。我爱个还的，我爱个去总经费，还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再去训练这些小朋友们，这对他们来讲，你说
是惩罚还是奖励还是荣耀？谢谢议员哈，真的，我想这些对于学校的老师、校长都是负担啊。就是说，他们要额外的花时间去训练之外，光光比赛、孩子的交通费用，就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所以你也知道说有这种的情形嘛，哈。是。所以说，如果财政许可的话，我们教育处这边可以调配的话，尽量用实质的方式奖励他们，我相信他们是最乐见的。谢谢谢谢。在这里我顺便提到的就是说，其实埔里国小可以说是我们县内第二所大的学校嘛，哈。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我相信要相当的有魄力，相当的有能力才能够担当。我记得吴校长到这一所学校来不久，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是不是？是啊，将近一年的时间，但是这一年的时间，在这之前我并不认识他，但是几次的接触之后，其实是因为经费的关系，所以我才认识他哈。但是我认识他是，他是一个相当认真，还有对于我们校务方面是很认真的一位校长哈。为了学校的经费，我相信到处走，到处走访哈，就是希望说学生会务能够推展得更顺畅。学生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学习环境，但是我听说他是不是因为个人的生涯规划提出了退休的议员，我们不要让他退好了。对呀、啊，这么好的校长，对不对？对呀、啊，议员，他是不是已经提出申请了？议员，你来帮忙。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要议员帮忙。是。我相信这么好的校长是值得鼓励的啊！这么好的人才，我们要将他留下。所以在这部分哈、哦，为了我们的学生哈、哦，我希望说吴校长能够好好的考虑，因为还年轻嘛哈、哦。正是经验最丰富的时候，不能说或许是个人的生涯规划，或许是有另外的原因，请处长好好的跟他私底下聊一聊，做一下子哈，探讨一下，为了我们的学生，好不好？好，谢谢议员。好，谢谢处长，谢谢大会主席。好，我们谢谢林怀宇林议员发言哈。接下来我们请吴国昌吴议员发言。谢谢大会主席陈议员。本会陈秘书长、第四审查会各单位主管哈，以及在场所有的各国中小校长。还有在场的我们的记者先生还有小姐先进还有关心我们南投县政的所有乡亲大家午安，大家好。那么首先哈、听到足爽的，阮省五乡乌鲁甲得志，那个吴校长，阮林议员要甲慰留，那我已有荣焉呢。那等一下我叫他下来哈、来说说感言好了哈，因为这个哈、是一个小插曲哈、我听了我真的哈、我内心呐、真的很感慨了哦。那么好的校长一直要退休，真的越来越没有责任哈、对不对？首先哈、在这里要来修身来跟咱李处长你来探讨。那么我看今天早上我虽然没有来，我也在家里看电视，那下午来又看到你都觉得很轻松哈。跟上一任那个彭处长刚上任来哈、到议会执行的情形哦，真的哈、有所差别哈、那么当然是你的能力，还有因为你来还没有几个月，但是很多事情你都进入状况。那么一个县长的施政满意度啊，非常重要，就是今天恁所有四个单位，拢总是跟民生有关系。跟咱的一个关呢，这个文化嘛有关系，尤其教育是上界重要啊，真济代志都是要以基础的这个教育来做起，所以咱的教育处长你是任重道远哈、难怪我们的县长呢长期以来一直耿耿于怀，都是要把你挖过来，是因为伊主要的目标。那么自你来到这嘛，我看你山顶的偏远地区的学校，你走透透，尤其有的、我意想不到的学校你去过两三趟、这是你的用心嘛。虽然你较无咧插我，无要紧啦，你去找学校、
啊，因为你来到即马嘛，才找我一遍尔吼，啊，迄我未计较啦吼，我不会这样甲你刁难啦吼。但是咧，咱的教育处啊，所有的议员，包括拄啊咱张志明议员嘛有讲吼，啊，你若去到学校咧，啊，当然校长就是会提出经费修缮的这个问题。啊，而且因阮议员当然嘛，大家诶建议款嘛，拢尽量啊来学校来甲斗下手。但是咧，真正咧啊，因为咧僧多粥少啦，确实嘛无多。议员的建议也不能全部放在一个教育方面嘛。哦，因为阮是有选举的压力，有地方政策的压力，所以讲这个，我感觉讲你的预算你也使用起啊。目前好像才1000万吧，是不是？还多少？请你回答者，啊，请李处长答复。报告议员哈，就是我们的整个修缮费用全年度只有1500万，哦，全年度170所学校。那我们可以编3000万嘛，对吧？议会支持。我一定支持，我们议员也会支持。谢谢。对不对？哦。那每年都你今年提出来嘛，我们多编一点，我们也会向县长来建议，尤其财主我替你来改哦，你在惊啥？那钱花在刀口上，哦，说该开，咱就是爱开吼。所以今天因为你出下1500万，你嘛无几位好答应人咧。我拢甲校长讲，你尽量超过10万，卖了我看咧，我做烦恼的吼，哦。啊，所以但是迄10万内，实在嘛做无啥物代志啊。那么若搁甲你处长讲，啊，大家拢叫议员去甲伊讨，你嘛无够啊，你搁1亿5000万嘛无够，吼，哦，影无，嗯？所以这种的吼。啊，希望讲哦，咱的经费明年度啊，再做一个修缮的部分。因为南投县咧百几间学校吼，老旧的非常的多，尤其有的经过921地震的洗礼过，哦，也结构拢有问题啊。所以这点吼，啊，希望处长吼，你咱来今年度吼，教育处方面吼，你的团队啊，编经费的时候吼，那我们事先可以跟财主我们先来沟通一下嘛。哦，事实上这是有必要的哈。好，处长你请坐哈。谢谢。那么处长你是伫这个哈啊，咱这个法制过来，但是哈，你唔是法官啦，你的人足资深的哈，你是伫关乎这个部分辅导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呢，我起初以为哦，你是法界过来，会真歹沟通。不过我看哈，未歹，真正你像无敌铁金刚的哈，虽然查某的，但是真正严格哈。该做的你拢会做，啊，问题是只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要甲伊探讨。这尤其你个内行诶，阮保利咧啊，有两个慈善的一个机构，拢来收容中辍生，吼，哦，有两个慈善，我也不要讲什么名字了哈，哦。那么收容中辍生咧，当初在2年前，彭处长来信咧，啊，迄阵要来互3所国中。吼，哦，要分发有3所国中，伊头啊是大部分拢放伫保利国中，那么到最后咧来协调3所国中拢总有甲因收因的学生。迄阵咱所有的保利镇3所国中的家长，因就咧担忧啊，就是讲这囡仔来哪会好？这当然咱是非常乐意的吼，哦，来给他们来吼，哦，参与做一个教育。啊，如果若歹未改入去咧，啊，过来。牵累到咱这个在校的学生，哦，所以安尼咧，这个家长担心的代志。所以迄阵咧，咱教育单位啊，甲这个慈善机构的负责人这边咧，一再就是讲哦，绝对袂。那么最近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了嘛，这应该属特教科的嘛，哈，哦。啊，所以咧，这个家园内底学生咧，伫3所国中拢有收的来跟收留来底啊，吼。来受这个好，哦，受教，那么结果他们在学校管理的不错哦。他们回去以后，哦，他们晚上出来作案、偷窃等等好几个案子了。尤其另外一个机构，够集体性侵，这个你们也都知道嘛。所以我这里恁嘛拢未讲啦，我就感觉真奇怪。但是这里李处长你来，一定要给探讨的。这你看咧。你看这款的问题已经发生啊，那么咱教育处这边，你有什么因应的方案跟对策？卖予阮这3所国中的家长，我要烦恼死。第一，囡仔个拖歹，个人囡仔来讲霸凌嘞，吼，哦，啊，所以这里
尤其做普里国中应该收留更加侪啦吼，所以这点咧啊，请咱处长吼，你甲回答，你接到这个案，你有思考过无？要安怎来处理？吼，请你回答。啊，请李处长回答。谢谢大会主席，谢谢我们吴议员哈。的确，我们埔里红人大成国中都非常的辛苦。那我们因应这边收容的孩子这么特别，然后又有犯罪记录，的确让我们的家长也让我们的学校老师负担很重。那教育处的策略是，我们希望增编2到3个辅导老师进驻学校。那目前我们已经公文出去，但是就是公文已经到国教署了，但是国教署这边我们还在有一点点小小的沟通当中，是说我们希望争取来的是进驻学校，就是帮学校增加一个辅导人力，专业的辅导老师进驻这三所学校。这个专业老师我们都要像你的官府单位这里来行才有法度辅导。你说专业老师，你有信心说这个专业老师入去了吼，入去以后，那么这些学生没够犯同样的毛病吗？哦，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课题哦，吼，咱一定咧爱对这爱特别的来注意。哦，你讲专业老师一定啊，因为他有过去有犯罪的人，他的心理上，哦，我想我看早上你在回答议员啦，关于有关毒品的案件什么案件，你真内行啊，因为关护人你过去的关护科所看真多，所以这个吼，你应该是比别人啊更加内行的吼，所以这点咧。本席提出再次要求，如果以后阁发生安尼啊，屡出不穷吼，啊无法度改进，那么应该咧，我们要怎么处理就要来怎么处理，嘛袂使干呐吼，因为真济代志，有时候人家是社会一个慈善机构，因都牺牲财力、人力，因拢牺牲啊，吼、哦，咱嘛不便讲来个拒绝。我们也不能拒绝人家，但是既然收到啊，尤其做三所国中的校长，您陪落来变较硬嘞，真正您陪落来变较硬嘞吼，唔通阁有发生。好在这一次他是放学以后，回到他们那一个场所，因的管理吼无好，又走出来。那么甚至我听讲嘞，因这的中辍生啊，因阁会商议嘞，因为因每一个礼拜我那爱出来去佚佗一工啊嘞，因冇一日一休呢，因冇爱出，啊不出来佚佗，他们没有钱嘛，没有钱导致他们就去偷窃，是不是这样？报告议员，的确，我们的收容的单位，他们都是自由跟开放的，伊唔是监禁，所以伊妈妈吼，其实囡仔他们是自由的。所以这部分的确需要加强管理，那我也跟两个单位都有保持联络，就是在管理方面呢要多一些心力，那我也请他们再增编人力，请他们要再多一些防范。我刚刚提这两个案子，请特教科把那个报告给我好不好？是、哦、我要了解一下吧。特教科长哪一位？啊，请科长到。你能不能把这两个案子的资料给我？好，好、哦，因为我当一个民意代表，尤其我又是教育总召，我更要哈、哦、深度的去了解这一个案子。哦，那么未来我们要如何来防范？哦，能够帮他们把这个小孩子来教育好，这是我们的责任，好不好？好，好，谢谢你好，你请坐。谢谢还有过来哈、哦，好的，因为最近呐、啊，啊是一个校长的调动期呀、啊。哦，你嘛真无闲，哦，有诶，阮民意代表嘛真正无闲，吼、哦，所以讲咧，这个调动，我安那迄类，我就是讲吼、哦，我真哦，我今年真轻松，都没有人找我去讲咧，哦，我足轻松诶，向阳说没关系，哦，哦，因为咧，迄出来开大学校无人要去啦，啊，小学校烧钱啦，吼、哦，那我觉得有一些年轻的校长啊，真的。也厚着脸皮呢，所以要去小学校啊，我感觉就不可思议啊，比赛后盖少年的拢爱去有历练啦，哦，越年轻的要调越大的学校去历练啦，怎么可以都拜托要去世间呢？真正无志气的吼、哦，所以人大家像吴耀堂安尼，大家嘛怀怀念伊，大家嘛无爱有走吼、哦。那你看咱吴校长虽然一年真正这一年来对甲玻璃国小吼、哦、啊带入吼、哦、一个非常正常的。一正常的管道，那一天咧，那不是咱去金门考察，我暗查，佫甲我骗啦，我到即摆未谅解伊咧，做校长哪会使讲白贼，吼、哦，
国拢无法知伊要退休。哦，咱还搁咧来替伊玻璃国小讲，倒伊爱修缮，倒伊爱修理。我想想，吴校长，你搁拖伤济啊哩，安尼免费啦吼，处长。哦，伊要走啊，还搁咧拖呢吼。所以这款校长，你看我有责任哦，这个我看哦。当初是县长就直接把他派过去，我搁招校长，迄个馆长过来甲喂就好啦。较大粒个来看有效无啦，吼、哦，吼、哦、这点吼、哦。那么伫遮咧，我要来展现出来吼、哦，凸显出来就讲，我们的调动一定要依照常理助人用这样，吼、哦，安尼咧。我想咱若做公平，你拢总无困扰，阮做民意代表嘛无困扰，那么又能服人吼。哦所以我在这里啊，拜托吼、哦，咱这个，阮桃园国小爱派去。你知影桃园国小偌可怜了，去年无派，啊，今年哦，听说有两个主任要走，安尼你对阮桃园里的里长，哦，对咱成功里的里民，你要怎么交代？今年你桃园国小若无派吼、哦，真正我会甲你拼哦，吼、哦。议员，因为桃园国小有两个主任有表示要调动，所以桃园国小今年一定派。对啊，你若阿无主任，阿无校长，你敢干？你总不能叫里长去代理校长啊？是。哦，安尼拢无人啊，安尼敢有成一个学校，对不对？哦、所以这点哦，咱未使和你已经甲中龄合并来啊。啊，你合并来桃园又没有校长，去年没有校长，里面就很愤慨了呢。所以迄天我特别交代制度啊，我讲你甲我寄话寄去予恁处长，若无我真正哦，我总主持我的时间上济，吼、哦，我一徛起来就分几点钟啊，我足济好甲你探讨咧吼，所以他们一定要派啦，派优秀的来就好吼，其他我袂去甲你干涉你的人事问题啦吼，啊，那处长，哎，你请坐哈、哦。那么过来咧，就是咱这个卫生局吼、哦，关于食安，那么食安咧。啊，咱拄只咧，咱的议员嘛咧讲，咱真个自主条例，咱十七条，本身认为这是足合，真正合理，佮真正迫切。那么食安问题咧，当然因要求讲瘦肉精才加咧，咱即马是针对火灾吼。那么以后瘦肉精作为一个标准，我们也可以再拟定嘛吼。因为咱即个已经要提来吼，咱要来提来咱的分组审查吼，啊，希望讲食安。起码我要来甲咱的这个食品吼、哦、管理科吼、哦，咱的科长您讲，过去像去年食安若出问题，乒乒乓乓的议会都是哦针对食安，哎呦，啊但最初要食安无出问题啊，吼、哦、啊又过吼食安又过冷门去啊，但是咱未使安尼想，这是要持续吼、哦、来监督、持续来稽查，来让咱南投国民有一个真正安全的食品。对咱的身体健康啊，来把关，这才是咱的责任吼、哦。那么，因为我早起咧有参加一个玻璃镇的一个社区，一百肉粽活动。那么，恁卫生所啊派人去吼、哦，啊来讲解这食安的问题等等。我感觉这非常好的一个措施吼、哦。啊，这个指导啊，直接来给恁夸奖吼、哦。但是咧啊，咱这个食品安全吼、哦、啊，包括咧。都早起我冇听到议员，你骂恁的这个罚款遐、罚做遐，有影啊？我跟恁讲，从来毋捌一件无罚，逐件嘛罚。倒一个讲啊，你啊五议员来讲无罚，包括吼恁几下科长啦，有影这无法度，这法令定死的这啥？啊，实在讲啊，逐条拢定死的吼。啊，所以早起吼，我感觉因咧骂恁，我骂得我真爽。啊，无我跟恁讲都毋捌有的啊，嘛是恁嘛是拢罚啦，照罚啦吼。爱依法令法无要紧，但是真的不能加重其刑啦吼。啊，会当来吼，互人方便呢，未害恁。人官长就敢讲，若卖害去关山，伊拢要担伊哩意思啊。啊，恁若卖害恁去关，恁敢唔敢担？对无？所以这个嘛，拜托黄局长吼，尤其恁的稽查人员，我每一届质询，我就甲你讲爱公平啊。你玻璃店嘛一个，国姓个嘛一个，李阳一个，你甲即马也无改善啊。我请问你，你有改善吗，黄局长？请你回答。简单回答，局长简单答。啊，谢谢主席简议员哈。那谢谢吴议员你的关心哈。事实上，我们最近在形成一个政策了，我们在考虑到十三乡镇的部分啊，这些稽查考虑要不要回归。啊，无应该用轮调啊，较公平啦。对。无大家做做回归到整个卫生局的编制，然后我们。你刚才你讲用联合的，无影啊。迄个效果无造出来啊！事实上还是有联合稽查，但是是特殊的事件。哎，有也叫袂行啦，
而且我要搁来讲啦，包括你的主任级别，你嘛爱管理啦，卫生所内部啊，你要好好的整顿，是，真正好好整顿。你为了主任，家己上不正下就歪，你要怎么管理他的属下呢？所以这里真济代志吼，啊，咱伫总主席吼，本身也搁家己探讨吼。好，你请坐吼，谢谢。所以在场各位校长吼，你们也非常的辛苦吼，拢坐规工啊，我拢想我们创造个。那你下晡时无言有遮，恁拢真轻松的议题出来吼，莫压力遐尼重吼。但是吼，那个吴耀堂校长提今仔日真正热门吼，私下吼再搁探讨了经费的问题啊，你都要走啊，敢要搁爱吼？谢谢哈，谢谢大家主持。好，我们谢谢吴国昌吴议员哈。啊，接下来请我们萧志前萧议员啊补充执行。谢谢大会主席哦，我们简议员啊秘书长。我们第四审查会的各位局处长，还有议会同仁，还有各位校长，电视机前面关心县政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哦。我想啊、哦，刚刚拜听好几位议员对我们教育处李处长的赞许哈、哦，其实我个人也是深有感受了哈、哦。我觉得带领一个我们南投县教育界哈、哦，真的就需要像李处长这种人才哈、哦。在法学方面修养也够啊，本身又有肩膀哦，肯愿意承担，而且笑容可掬哦，笑脸迎人哦，所以在我相信在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都能够迎刃而解了哈、哦。啊，刚刚我特别有拜听我们林芳宇议员有提到说有关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哦，我想就叫我们体健科的科长。像上个月发生大澳新鸡蛋的部分，你刚刚有提到说你对学校营养午餐的关心跟整个稽查的机制哈，我不想要我们社会马上刚发生这种事件的时候，你有做任何其他有任何做任何的措施吗？请科长回答。还有报告萧议员哈、哦，那因为我们午餐哈、哦、有一个午餐校园午餐食材平台，那只要有问题的那个平台都会通告，那我们就会赶快立即请厂方下来。我是跟你讲的意思是讲、哎，社会实事有临时发生大澳新这个鸡蛋的问题，咱、哦、教育处这边。甲各级学校的联系的时，是毋是有更特别注意啊？是啥？我是要讲，有发生这个代志，你们有反应吗？有没有跟各学校有做反应？我们都会跟学校反映说，跟学校就是通告说有这就是。是叫人拢两卖食啊？是爱要甲另外检查过，还是要安怎做？你讲一下啦。应该老就是有问题的，我们会请他说不要再采用了。有问题当然不采用。我在想大体上你有什么措施？你在处理的时候有什么措施吗？还是什么指示吗？有吗？没啦，应该没作为啦，应该都没有通知啦，我知道请坐啦。啊，所以啊，处长，其实这个就是有时候面临当下的时候，我们在第一线的我们的校长们，他们有没有这个临场的反应啊？另外一个问题跟你探讨一下，我想要做一个调查啊，在前几天啊，集集镇和平国小有一颗南洋杉啊，五十几年的南洋杉哦，在无风无雨的状况下哈、哦，家里自己倒塌哈、哦，那幸好哈、哦、没有发生，没有去压伤学生或者影响到其他公司的安全哦。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未雨绸缪哈、哦，像我要劝告咱在座所有校长哦，和平国小发生这个问题了，我看我们。那个教育处长你的报告哈、哦，今年度只有24所学校提议要修剪学校的花木哈、哦，我想要借着机会请教所有的校长哈，您发现和平国小这个案件有了解有不了解无？不了解，请举手一下好不好？有不了解的校长吗？哎，我要问我们的校长吗？所有校长，和平国小这个树木倒塌有不清楚的吗？有不清楚，请举手。大家都清楚哈、哦啊。我搁一个问题哈。答复好了啦。哎，因大家拢清楚嘛哈、哦嗯。啊，我是讲要了解讲啊，各学校有什么措施。报告议员。
楼上的所有的国中国小校长都知道，是因为第一时间我就发了一个在赖群组通知他们全面清查，就是说如果有树木它今天有倒塌之余会有病虫害的，一定要通报教育处，我们会同农业处去勘查，然后如果有需要修剪或砍除或移植的，我们一定会努力来协助。处长，你有给他们一个时限吗？有没有一个时间？报告议员，我们请他们这个月月底之前全部通报。是。这样，因为接下来哈、哦，六七月很可能台风就过来了哈、哦。那所以说啊、哦，假如你有留到这边哈、哦，你看当处长就跟当科长不一样，就是这样。啊、哦，处长你请坐哈、哦。我想啊、哦，其实很多事哈、哦，校园安全是所有议员都关心的，就像早上在谈论的学校的霸凌事件也一样。还有食品的安全，跟那相对的校园环境的安全，其实都是一样。在这边也是借这个机会哈，希望我们所有的我们的中小学的校长今天都有来哦，希望把学校哈当成自己的家，就像早上洪议员讲的，把我们的孩子，把别人的孩子当作成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哈。我相信这样哈，不仅学校能够进步，我相信对整个教育哈。还是能够做更大的提升哦。另外，我再请教处长哦，彰化县在下个月，在下学期哦，打算针对国高中的学生从事验尿的一个措施哈、哦。你本身在法学上，你自己有什么新的看法，或者对南投县有什么建议，请讲。啊，请处长简单答复。报告议员哈、啊，因为其实采尿本身是一种人生的搜索，所以这部分我不敢轻易全面来筛检，但是我会邀请所有的校长们呢，就高关怀的孩子就报到教育处来，然后我们会由校外会的教官当平台前往访视，那访视如果有需要，我们会派紫锥花爸爸、紫锥花妈妈。目前我已经预定有招募50位，就是现成的有辅导过毒品案件的志工来加入紫锥花爸爸跟妈妈的团体，然后会进行1:1或1:2的辅导。啊，处长，其实早上你也对我们目前所收获的大概集获毒品的那个数字，你认为早上有问题，你认为不可能嘛？哈，是。所以我也是认同你的看法哈、哦。我觉得啊、哦，就毒品哈、哦，真的以你的历练，我觉得还是我们要怎么样把它赶出校园。是。啊，对，哎，这个可能要麻烦各校的校长哦，还有老师们哦，多多关心我们自己的学校的孩子哈、哦。好，谢谢处长请坐哈、哦。另外，我再请就教育我们文化局长哈、哦，我们今年初。我们县府办的沙雕还有恐龙展还有灯展哦，很多在其他乡镇的乡亲哦都有问我说，为什么我们一样是南投县民哦，为什么整个在南投市的票价跟我们南投县民的票价会不一样？处长请你回答一下。啊，请局长到。谢谢大会主席。简单回答就好啊。谢谢萧议员对沙雕展览的关心。我跟议员报告，因为沙雕它是建置在南投市的哈，那我们是分成三种票价了，一种是外地的民众，一种是南投县县民的票价，另一种是南投市市民的票价。那么因为我们也参照很多的这个游览景点跟地区哈，他们呢、啊，如果是设在当地的话，那当地的民众啊，都会有一些优惠啊。跟议员报告。出六，即马就是南投市的计小45块嘛，是南投县的是75块。对，真侪阮水里啊，一集民间这乡亲去佚佗，对啦，特别隔壁南投县民计小钱啊无同。你就是讲，咱有把商机带来我们南投市，而且所有的承办都是由我们县府来做的。你需要，你认为一样是南投县民需要分两种价钱吗？是，我跟议员报告哈、哦，比如说像那个溪头来讲哈、哦，对于那个鹿谷的民众啊，他们好像也是免费进场的样子哈、哦。就是我你啊真坚持的款吼、哦，我跟你讲，我总咨询的时候，我一定要跟你话，针对这案吼、哦，好啊，我来讨论一下吼、哦，因为时间嘛超过啊，吼、哦，我希望讲你准备好资料吼，来我伫总咨询的时候，再跟你答报。哎，谢谢主席。好，我们谢谢肖志人员哈、哦，补充执行哈、
那接下来我们请简士生简院补充咨询。好，谢谢大会主席。啊，今日本席吼嘛，感觉咱在座每一个人足辛苦啊，尤其这校长吼，啊恁今日专程来到这吼，啊一工打打，啊咱的教育方面吼，嘛真欢迎着咱的李处长吼，专工来安尼替咱南投县吼来看这教育的代志哦，辛苦啊吼，因为我即几个仔我听起安尼吼，咱大多数的议员拢对你抱着相当大的希望吼。我嘛非常感谢你啦吼，啊，你嘛对教育的部分，你一直拢行到教位，每间校你嘛行到教位，拢去了解。啊，我嘛甲阮萧议员同款吼，啊，对咱吼，咱的处长吼，你的表现吼，反感觉讲真系心服口服啊啦吼，嘛是爱甲你学落者啊。今日咱的学校吼，咱在座每一个校长吼，本身有感觉啦吼，好的学校，较大间的学校，我感觉。咱校长也较无兴趣吼，是毋是讲我嘛拜托咱在座所有校长吼，咱对要换来换大间公司啦吼，来大家来努力吼，啊小学校是嘛需要恁大家较优秀的校长吼来甲认真来甲换好，更加好，甲换更加好哩吼，要往上爬。每一个人吼，确确实实拢是要往上爬的啦，无希望讲干那要伫一间校，干伫遐讲我伫遐换。带十个学生囡仔嘛是一个校长，带五百个学生囡仔嘛是一个校长，这分大细间啦吼。确实，我是伫只拜托各位校长啦吼，嘛鼓励各位校长，我们要力争上游吼。咱南投县的教育靠恁啦，吼，我嘛感觉咱教育校长，你们很辛苦了。啊，尤其吼，咱的卫生局吼，我是感觉咱的自杀防治吼。我伫外口安尼，我去行咧吼，我有所听着，变甲真好。好的处长，咱嘛爱好啊，甲学落吼，好的局长爱好甲支持。吼啊，而且本席特别来拜托着吼，咱卫生局吼，是毋是讲咱的基层方面，即摆一寡食品的方面哦，过期的方面，咱这边的绩效毋知做甲偌济吼，我请咱局长吼来答复一下。啊，毋是黄局长到。啊，谢谢主席简议员哈。那谢谢简议员您关心那个对食品的管理哈。事实上，我们的食品管理大概是分成几方面了。第一个就是源头管理的部分。那南投县大概有200多家的那个食品制造工厂，这食品制造工厂我们会定期跟不定期会去看，至少制造业我们每年一定会过去看2次，然后也会会同中央的来查厂的部分我们会去做。那另外对于观光或者是一些餐饮业的部分，最近常常有发现到有一些的新闻报道，就是说他们在餐厅里面或是在厨房里面会有一些过期的这些食品添加物的部分，这部分也是列入我们稽查的重点。我们希望就是说透过我们绵密的稽查，把这些过期的东西能够让它不会再危险在那个合法的作为场所去在那边摆放，是这样子。对啊，现在本席的意思是讲吼，一挂杂货店嘛好吼，啊超商嘛好，嗯，啊大卖场嘛好，我希望讲吼你们一一要去了解一下。因为我所看的吼，咱的食品方面真侪拢系过期的方面，我希望讲你要把关啊，把关的好些哦。我嘛相信咱的哦卫生局长伊嘛带甲真好啦，真正伫遮吼本席嘛佫特别甲你要求。吼、哦，还佫加强落吼，这是咱来做的工课。啊，伫遮，啊，我嘛拜托咱吼，教育处长吼，较辛苦嘞吼，南投县的教育吼，啊，看你来带吼，啊，咱所有校长爱看你来带吼，啊，我只拜托所有校长吼，尽量来配合着咱的教育处长，吼，将咱南投县吼，带领佫较好的教育方面吼，感谢，好，以上。好，我们谢谢简士生简议员补充咨询哈。接下来我们请陈时慧陈议员发言。谢谢大会主席简议员哈，我们议会的陈秘书长，我们县府的第四审查小组的各局处长，还有各国中国小的校长哈，本会的同仁哈，大家午安。我就来向咱吴国昌议员讲啊哈，你是教育中招啦。吼、哦，安尼我嘛真感谢咱教育处的李处长啦，吼、哦，还跨组吼、哦、来到家里来拜访吼、哦，然后我们来还在那边泡了一泡茶吼、哦，互相认识哈、哦，啊，感谢你哈、
那基础呢？哈，我嘛感谢各位议员呢，对着咱保利国小啊个校长的肯定，啊加哦要甲伊留落，买回退休，身为水利人，感觉非常的荣幸，因为咱五校长呢是出世伫阮水利乡吼，所以伫遮吼，伫遮嘛加，堂弟也是表弟呀，哎，真恭喜你哈，会当受到遮侪议员来滴甲你哈慰留哈。那我来延续着咱透早嘞哈，咱罗燕霄议员。针对我们水里乡的车城国小，就是闲置的活化空间的再利用。那在这里，我要请我们的李处长来报告说，车城国小目前的规划的进度啊，因为你早上只提到说要作为一个人文的一个文化创意园区嘛，那上一次的定期会，本席也在大会上作为建议，那跟县长好有共识，就是说。如果分管处要来接收的话，作为管理，县长也很乐意来促成这一件事情。那这个后续已经半年的时间，你们到底是自己要来做一个活化的计划，或者是有跟分管处来做一个接洽？这边请我们处长来做一个回答。请处长呢？好，谢谢议员哈。那经过我们府内的协调会议呢，希望由教育处来承办。那因为它是属于学校用地，所以教育处来进行规划。那首先我们是先到台中去学习，知道怎么样把旧的一个社区或旧的一个公共空间怎么样活化。那我们找到一位建筑师，先了解目前的状况。然后后来我们又跟铁路局田中站长。二水站长，还有风管处，还有文化局，还有我们本身车城本身有一个现在承包的那个公司，没有关系，你跟我讲是没关系。然后我们会看了两次之后，目前我们的规划是未来的游览车要进入车城国小放人下来。然后所有的游客呢，会经由二楼的一个楼梯，就是楼走廊的尽头那边跨一个空桥。那目前铁路局那天的会议是告诉我们，不影响结构安全，不影响他们铁路的行进方向，不影响行人安全的情况之下，无偿提供给县府使用。所以我们会在二楼架设一个空桥，直接到我们的车站。所以所有的游客从车城国小进来之后，二楼通道后面的三栋上面的做一个空桥过去之后，直接下到我们的那个车站，那车站之后又进入我们原来的园区。是那个洞，像你这样讲我知道了哈。是，但是你早上是讲是说要作为文化创意园区，是，那你现在跟我报告的就好像是类似一个临时的一个停车场，游览车进去放人下去，然后游览车呢要驶离开。对，跟议员报告，游览车是往下面，就是路，它只是放人下来就直接离开。那我们那边有16间教室，还有一个大礼堂。那大礼堂呢，跟教室16间教室，我们要作为文化教育创意园区，比如说创客中心，比如说音乐表演的场地。所以它有礼堂跟16间教室，我们会请建筑师来规划。好，那你们这种构思、这种创意，有没有跟在地的？你刚好提到说，是承包商车城呢，村长、社区，我们在地的议员都不知道你们进展到什么程度。跟议员报告，从差不多开始。并校之后就一直在讲，一下子说要坐缆车，一下子说要做什么，到现在就是要做文化园区。那这种构思本席当然非常的肯定啊，因为那个教室真的不能再荒废了。是，而且游览车进入车城村真的是户地不广，那也致碍了这个交通上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未来有第三次的会议，我希望你邀请陈淑慧议员、萧志全议员共同参加。谢谢议员。不能你们要弄什么，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当天的会议有邀请村长，
还有邀请社区发展协会参加。那因为很抱歉没有通知到议员，是因为我们都还在摸索。是的，是议员去比较会骂人啊，然后建立很多意见呐、啊。议员很抱歉，社区的理事长跟村长哈、哦，唔敢甲恁教育处要求啥了。是是，是不是这样？报告议员，是我的疏失，是我的错，应该要先跟议员知会的，以后一定会努力。好，那接着。水里乡还有一所学校，就是玉峰国小，是、哦、在105年8月1号已经跟那个宏达电哈、哦、来签约哈、哦、设立英语品格学校。是。那在工作报告上有写到说106年8月1号正式招生。这个品格英语学校英文学校是要招生吗？报告议员，他应该是一个不要去误导。报告议员，他是一个临时的营队，营队对，所以他用招生。报告书上写招生，应该不是招生呐、啊，应该是说他是一个招募，营队，营队的招募，对，应该正式启用吧？因为他也不是学校，也不是机构，不能用招生。那我们会马上改进。好，那你写工作报告上106年的8月1号是可以如期吗？到目前的进展，请教科长好了。科长好了。啊，请科长到。报告议员，因为他中间卡到临时鉴定的结果哦，他本来要重新规划，需要实照，那中间突然冒出鉴定有冒出一块国有地，那目前我们已经透过财政处的帮忙，积极跟国有地申请拨用，那他们对方已经同意了，那最近已经在开始办拨用。没关系，你跟我讲说8月1号可以吗？是。要赶赶看呐、啊，我们也是希望现在都在赶赶看。那你这本工作报告书哪时候写的？那点报告书可能是上个月写，因为最近才请其他单位快点赶紧帮我们，就是国有财局那边同意帮我们。所以跟你讲哦、欸，这个报告书不能乱写、欸。我问你看一看，我回去乡亲问我说：“哎呦，咱国头国秀啊，哦，啊讲要来家做这个英语的那个教育啊。”啊，哪个大拢看无？哦，我甲因讲，哦，有，我即个开会，吼、哦，教育处有写报告，106年8月7日都要开始正式来启用。啊，如果我这样回去回答之后，8月1号又没了，是不是你又误导我去犯错，误导我去骗选民说8月1号我们玉峰国小宏达电正式的进驻，是不是这样？报告员，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行文上去办拨用了，因为最近应该就会下了。下来之后，我不管你怎么样，在我的感觉，8月1号是不可能了，因为现在已经5月19号了，今天5月18了，今天5月18号了。报告员，他那个内部整修其实只要一个月就够了。好，没关系。那我们现在已经积极在动了。因为从我跟你接触到现在，我真的是发觉到说你是一个很用心的人，一个很负责的哈、哦、科长。只是说，我是建议以后你在工作报告上要很明确，这个出来就是一个，好像你们的报告书跟我们议会是签约的，别照我别搞安骗呢，甲乙方哎，是不是这样？好，您请坐哈。好，谢谢议员。再来哈，处长，你知道我们俊坑国小有几位的同学吗？学生？我记得很少。怎么会很少？俊坑，39，不止吧？俊坑，我印象是50个左右。国小39，好像49还是56？39，刚刚督学报是39。不止啦，不管几位啦哈。既然刚刚你们的总召吴国昌议员。那一所学校，啊、哦，什么园啊？桃园。桃园学校要校长，那在这里你答应他了哦。啊，议员袂使甲分大细汉哦。哦，啊，那论官多，我嘛袂比吴国昌议员较矮啦哈、哦。俊坑国小下学期一样派校长。报告议员哈、哦，因为俊坑的代理校长非常优秀，那我们这种感觉。地方的家长、乡亲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没有否认那个吴主任他的用心。嗯，俊亨国小整个教学的团队都相当好，是在历任校长的领导督促之下都非常的好，但是家长要的是要一个正式的校长啊，你们备用的校长很多啊，在教育处那边协助的校长也有啊，为什么不派出来？报告议员，我不管你，不要再讲理由。桃园国小有，我俊亨国小就要有，你不要跟我讲理由。桃园国小有，你刚刚答应的啊，如果你刚刚没有答应我不会在这里，一定要的，你已经答应了啊。报告议员，他两个主任离开，我不管，你去调。报告议员，我努力。第一回哈，我努力。议会哈，不是大项大事拢拜托议员来跟恁斗担责任啦，哈。好，我们是用这种小扫地拜托的啦，哈。就是桃园国小有，我俊亨国小就要有。但是，哈，我也希望说，不要因为我的质询之后，桃园国小没了。啊，我个。啊，那我个的确就吴国昌老大诶，哈。哦，在这里你报告主席跟所有的议员，目前我们出缺21个学校，可是我们只有10个课都，只有后用校长可以派，一定会有11所是派不了的，所以这部分可能还要回去再研究一下。其他议员都没有要求啊，今天没有其他议员要求啊，我们两个就11个那个可以派出去的11个嘛哈，你说可以派出去11个，派出去10个。哦，可以派出去的10个，今天没有议员要求，就只有吴国昌议员跟陈淑慧议员要求啊。那这10个你就给我们2个啊，一人一个啊，其他8个随便你去派啊。这个分配你不会分配啊？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啊。实况转播出去了。对，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啊。议员，我努力啦。从俊亨国小没有校长。我每次到俊坑到上安村就是被这些家长会还有我们代表会的副主席哦，一直被他们追议员，你还不够啦啦，对吧？你还给我有够啦，我明年要再选举啊，我会非常努力。没有，现在就跟你讲好了，10个嘛，今天都没有议员要求，只有吴国昌议员跟陈水议员啊。啊，你答应一下阿沙里是因为他是教育中招吗？啊，我你卖讲，因为他让两个主任离开了，不管哈，我就是要10个嘛，你就给我1个不可以吗？有那么困难吗？因为我们出缺21所学校，啊，就其他选区的议员就没有在要求啊，就只有我在要求啊，我在大会上正式跟你要求啊。议员，我会把这个意思转达县长。你站着，你去思考一下，你去思考一下，有这么困难，我已经很明确跟你讲，有4个可以派出去嘛？选区其他议员没有人讲话啊，没有人要求你要派校长啊。我今天在大会上正式的要求，你既然这么的丢呆，那你站着，你思考一下。哦，那我来就叫卫生局哈。等你想好之后，你要答应我，你就可以坐下。那个卫生局啊，在第二审查小组的时候，我跟许阿干议员一直对毒品的宣导哈，对警察局进言很多哈。那刚刚也看了教育处的一个工作报告。就是用 3D 的反毒电影来做，哦，学校作为宣导。那当然，这种宣导的方式，我们卫生局也是有缉毒嘛，哈，然后查毒的那个责任。所以这个宣导，其实卫生局也可以来加入这个行列，啊，包括我真的相当感谢我们水里乡卫生所，因为他们长期以来，哦，对于乡民的这个。健康检查哦，还有这个健康的状况都非常的投入，有跟荣总哈配合巡逻车的一个检验啊，癌的筛检啊，还有跟草寮的配合，这个真的都相当感谢我们卫生局还有卫生所水里卫生所。
那在这今年，我们水里乡总共开了六个村的村民大会，啊，卫生所也都配合。可是，坦白在这里讲，在村民大会，卫生所去那边做一个宣导，是村长他们来邀请的，啊，当然我们要去配合。可是那种成效，讲真的少之又少，啊，所以我在这边建议，我们卫生局卫生所这边可以积极主动跟各个学校来做一个联系，因为卫生所的业务大部分都是在早上，哈，看诊的病人都在早上，那下午的话应该会有一些比较闲空出来的时间嘛，我们可以跟就是住好在地的这些学校做一个联系，在他们那个课外活动的时间里面，我们卫生所的人员可以进驻去作为一个宣导，这样对学生来讲，对他们的健康、他们的饮食，对毒品，我们都可以讲，让这些小学生、国中生从小就可以建立自我保健的一个观念。局长，我这种建议你可以配合吗？啊，请局长简单答复。处长，你这要再继续站下去哦。我会把建议案给县长。啊？什么？我会跟县长报告。我发觉你，因为刚刚是两位主任真的要离开，你不担责任，你就说你签给县长，要经费说拜托议员。好，那你看，好来，处长。啊，谢谢主席陈议员哈，啊，谢谢陈议员您的建议，您的建议这样子是非常好哈。那我想那个反毒的话，还是要落实到基层的那个学校里面，尤其是在我们的吸毒的年龄层一直在下降了哈。那我想整个卫生所的人力，当然我们能够的范围哈，是要求我们卫生所的同仁了哈，因为基本上我们卫生所的同仁都是医药背景了哈，有公共卫生护理的背景哈，他们对毒品的了解也比较熟识了哈，这部分我们会来请我们卫生所来帮忙。那另外我们会请像我们的应用民间的资源，像药师工会这部分也是在他们也是学药的方面有专精，那我们也考虑到可能应用这些社区的药局的药师哈，也能够我们在训练完之后，我们也可以投入这样的一个反毒的行列。好，谢谢局长哈。哎，楼上的校长，拜托你们哈，安静一下哈，你们这样很吵哦，声音很大声哈。局长，感谢你哈。我想，因为这种不是每天或者每个礼拜的一个业务，哈，只要是说一学期到一个学校一次或两次，这样来讲，对于说卫生所的这些护士阿姨呀，或者是主任呐，哈，不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工作量。那刚刚你有提到说一些药师工会哈，还有其他单位的，这个我们也可行了哈。好，谢谢你哈。那在这里哈，我再跟几个科室做一个建议。早上陈汉丽议员他很生气啊，刚刚吴国昌议员也提到在卫生单位的罚款的部分，其实我们民意代表都会受到要被罚的人都会请我们说了解一下了解一下啊，罚款呢？要罚尽量罚少一点，那我们也都非常的帮忙。可是我在这里真的要建议各位，即使他们在电视上的广告都是其他县市他们稽查报过来的，然后我们是要罚款我们在地的，所以你们万一有在电视上看到是我们南投县的县民，因为他们不懂法律，文字上不会修饰，然后就用上去做一个广告，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赚钱养家，他们的目的不是要骗民众的哈。其实你们如果看到的时候，你们可以协助辅导他，打个电话跟他讲说，哎，你这个英文哈不可以用，请他下架。然后你们辅导他修饰文字之后再上架。我想这样的话会不会去造成说你们的困扰、我们的困扰，还有这些就是在卖这些食品东西的这些农民也好，生意人也好，也不会造成说他们的困扰。我想我的建议这一点哈，我们可以来做一个配合，然后积极的来协助，这样局长可以吗？各位科长可以吗？点头就好了。好，我已经超过五分钟了，因为不是校长你们很累哦，我觉得其他议员都很疼惜你们，
都不疼惜前面的这些处长、局长、科长，我反正吼弄申请来去做校长好啊啦。哎，大家都说校长很辛苦哈、哦，其实我跟王彩英议员也很辛苦，从早上做到现在。组长想好了吗？议员，我全力，我尽全力。理事长，理事长，陈远，我的配合好以后，安尼先吼，阿得努力下啦，安尼好，三个啊，好不好？你讲也混夹要好我，安尼你个好啦。那个处长哈、哦，去努力了，好不好？处长，啊、哦，去努力了，好不好？好、哦，好，尽力啊嘿，啊，咱都坐上久了，咱会再讲较久吧，紧啦嘿，等下我话你讲较久嘞。啊，其实在这里也感谢各位校长了哈，所以请坐哈，处长。啊、对于我们南投县的教育都非常的用心啊，其实每个校长都非常的用心哈、啊，在这里感谢你，但是我们都一样的辛苦哈、啊。好，谢谢大会主席。好，谢谢我们陈淑慧陈议员和欢迎哈。接下来请我们王彩云王议员继续咨询。啊，谢谢大会主席简议员啊，陈秘书长啊，我们第四审查小组各单位主管啊，各位校长。还有议会同仁陈淑慧议员、吴国昌议员哦，在想休息嘞吼，大家啊，大家好啦吼，讲辛苦，大家拢做辛苦啊，唔是干啦吼。其实整个民意代表都非常辛苦啊。啊，不过今日啊，听到吴国昌议员、陈淑慧议员，我们在地的一个校长，这么优秀的校长啊，做阿偷经费的吼，因为。伊个公关应该是真好吼，唔止干呐，吴国昌、林芳瑜议员吼，我的配合看嘛是全力支持吼，所以我觉得吴校长，你看哈侪议员对你哈尼好，啊，你要退休吼，55岁，即马阁无五五专案吼，现在又没有五五专案吼，有，哦，又有五五专，所以我是讲哦，即要退休真唔甘吼。这么认真的校长再来一年而已，作为这么让所有议员所有学校的家长都有看到你在做事、哦、所以你要退休我也觉得很奇怪，要来讨经费都没说他要退休、哦、钱签给你啊，你说你要退休这样很没责任的、哦、我觉得很没责任、哦、再来一点、哦、现在的校长要到小学校去我听到、哦、很心痛啊，很心痛，因为小学校你有你如何去大作为哈？我这干嘛讲？咦，身为科长校长，我就是要为教育来付出来奉献。啊，今日大家拢要争去啊小学校，啊这大学校嘞，那我来请问处长啊，这个校长，为50个也是校长，500多个也是校长。那我要请教处长，这校长的薪水有无讲无？请你回答。啊，请李处长答。谢谢大会主席，谢谢我们议员哈、啊，非常了解我们学校校长的辛劳，尤其大学校承担更大更多，然后也更多的家长，的确非常的辛劳。可是我们的薪水跟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难怪他们要去小学校。哎，那都无公平啊啦，处长。我感觉这不公平，要承担、哦、要负责任的、哦、你来大学校他的责任一定是加重，那他才有作为。好，我觉得你说薪水都一样，我很不公平的，我替大学校的校长很不公平的。这种的我们要再做过啦，这种大学校，咱来用迄学生人数来发伊的迄薪水，唔得着，是不是咧？是不是咧？这公平，处长，请你回答，安尼有公平无？报告议员，因为我们的校长都是公务员，那公务员的话的薪水是有一定的计算机制。啊，那安尼，大学校，你爱过好伊一个特资会啊，这个校长的特资会爱较侪好伊啊。不是这样吗？请议员支持，我们今年来编多一点。对啊，我们一定会支持，因为要去大学校，真的做辛苦。是，谢谢议员。还要有担当。好，啊，搁干再要去，是不是安尼？是，有影。我觉得要替这些校长
肯做事的校长，现在多少？我们真的要给他鼓励。在于他的薪水方面，虽然拢赶快，不过咱有特资会，跨学生几岁，咱都偌济吼，以特资会，无学生的特资会应该收来学生较济。我讲安尼有公平无？这样对大学校的校长们很公平。目前的特资费其实非常少，就是每个学校只有每个月只有3000。啊，所以你就给他编啊。3000块，你就给他编啊。未来大学校的部分，我们都很支持啊。好，当时要给您下电费。是是是，那我虽然我没有在第四次审查组啊，我相信我的议员拢一定支持的嘛。好，我们把特资费来这边做一个调整。只要有担当、肯去挑战的校长，我们要给他鼓励。是，他要办得好，我们的教育才有机会啊，是不是这样？谢谢议员，我们用班级数来定特资费。好，那。今天处长其实从早上到现在我一直看你的表现非常的好，很有担当，很有肩膀，所以我觉得一个领导人物，你要让这些校长心服口服，你要背负着一半的责任。所以你今天教育办好，你教育处长是最重要，所以在这里给你拜托。我本来心里很不平衡啦，吴国昌议员呐、陈淑薇议员呐、你拢有找时间去甲伊坐，我较说白啦。我有啦，议员我有。我较说白啦哈。议员我有啊，我去办公室。好，我较说白啦。有没有议员我有？真的吗？我去办公室，你那时候，我去的时候还遇到吴耀堂，真的、哦。吴耀堂是证人。我是到那个农会去拜访的、我太忙了，可能我是有。我对你的印象是的啊，学校办运动会，我对你的印象是蛮深的。我到办公室，所以每个学校办过来，好好利用行到位，我就觉得真的，你真的是有肩膀哈。我也希望今天的教育办得好不好，你一半的责任不是只有校长的责任，是你有一半的责任。所以今天的。我也看到报纸哈，史氏毒草袭向校园，哇，这看到，做一个民意代表，曾经做过家长会长，做荣誉的会长，跟咱的家长做会，大家人心惶惶啊！今日看到这个台湾这个地区。吃药啊，竟然这年龄层吼，伫12岁至15岁，而且第一届吃毒拢是伫校园里面。你身为一个教育处长，你看到这个报道，你心里作何感想？报告议员，我非常痛心。我今天来教育处，这是我的使命，我一定会让毒品赶出校园。我会从打击源头，然后杜绝来源，然后一直到辅导可能已经有吸食的孩子来努力。你有这个魄力？是。我感觉哈，你有魄力，要所有校长还有所有老师的配合。是。因为这个毒品来到这个学校，我觉得啦哈。在我看来，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跟报道的差了十几倍的这个案件哈，我非常不理解哈。可是我慢慢去理解了，我觉得哈，学校的校长，在座的各位校长，这是你们的责任呐。恁哈，压力也好好，效益不好，唔敢报，好这个学校的学生，这个药啊愈吃愈重，要改。很困难，当然家长是很重要的一个责任。不过我感觉会吃药啊，这些囡啊，为唔捌，甲这个贩毒的多样化，一直咱呢不管在饮料、在糖果、在香烟，他把你加入这个毒害，好，这些囡啊不知不觉中接触了毒品。其实他们也不知道，不过吃久无吃真艰苦。这个当中，学校的老师，你有负起责任吗？学校的校长，你们有负起责任吗？我觉得，咱就是哈，
迄、那个心态啊，心态啊，害死这个囡仔啦！因为伊不爱好学校背上这种名誉校誉，好有的家长会唔敢送学生来这读册，这是很不对的。而且这些学生哦，家长有当时啊是隔代教养，有的是单亲。所以有的时候家长根本没办法去注意到自己的小孩，干那咱的老师，咱的学校有法度在这个时间和你等待伊接触，无竟然大家责任拢无伊，大家惊，让我们的警察也无法去啊、来制止这个啊、校园的毒品，我感觉非常无责任。所以今天换了处长，我要看你的作为是如何，你要如何走进这个校园，制止这一些毒品进入校园，我要看你的作为。是，你会让我，对你，这一种的肯定抹灭掉吗？报告议员，谢谢议员在今天也跟我们所有的校长们上了一课。其实校长们一定要改变原来的观念，不是你学校有毒品是你办得不好，而是我们要发现问题，找到这些孩子，提早发现，对，提早制止。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高关怀高危险的孩子找出来，然后找出来之后呢，我这边已经有安排有50位的志工紫锥花爸爸妈妈一定全力来协助我们的学校的校长们，不会让老师孤军奋斗。因为其实吸毒的孩子他有非常多样的一个行为偏差，那在学校也造成各个校长非常大的困扰。那如果今天有外界的资源来介入，一定会让这个孩子变得更好。我早上有听到廖议员，我们可以透过社团，透过卫生局卫生所，透过任何的资源，我们来每个学校办理认识毒品和拒绝毒品还有远离毒品的一些的活动。处长你可以做到吗？报告议员，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那今年的校长会议我们就来定这样的一个题目来研习。那我对你的这个承诺哈，我拭目以待了哈。好，谢谢议员。再来，我有之前本席在议会有关心到，咱的馆长一直鼓励咱的少年人要认真来生，认真来生。你看即卖时机，有看到了经济的压力，让家长喘不过气来自杀。今日要认真生足简单嘞，要甲教养足困难嘞。那今天，今日这些少年人要饲一个囝，就这么困难啊！你要叫伊家生几岁啊？你要如何去帮助他们？咱有讲到，即马为生有补助1万-1万5，伊这牛奶粉一罐要1000块，会用食几罐？过来，即马少年人惊食艰苦，真的是惊艰苦。他没有正常的收入，要安怎来饲这个囝？当然，即卖经济遐尼无好，即卖囡仔，咱当然是三足岁几啊？我来问处长好了，几岁才会用来读咱的幼稚园？咱国立的幼稚园、学校的幼稚园几岁？三足岁，三足岁是。这个三足岁要来读咱的学校的幼稚园，你敢知？这爱挤破头。啊，来叫人拜托，啊，叫人来讲，这个问题还存在，处长，这个问题要存在。你要叫挤不进去的去读私立的，你甲看，伊的压力偌大，一个月爱10000块，因为我的孙有咧读册，哦，读这私立的，我知影。啊，如果这个翁阿婆伊的生活就困难啦，要安怎把这囡仔送去？这个私立的读册，今仔日咱一直鼓励人生，咱就要有才调，学校一定要入去读册，未使讲拜托人来讲呢。
今日班级不够，你叫人生，即卖囡仔有较济啊！你要想办法诶，唔是经费诶问题呢。你要想办法，只要学校学区里面要怎么读册，爱有教室好读，爱有老师好照顾咧。这个很简单啦、啊，处长。咱今日一年生偌济个囡啊？这个学区有偌济个囡啊？你分配的每个国小的幼稚园都爱有规班，这个你能做到吗？处长，报告议员哈，我们会逐年来增加幼儿的增班或增设，那目前也在发展非盈利的幼儿园，希望来就是它的收费介于公立跟私立之间，像普里的大城就是刚成立，那我想这部分公立幼儿园的增班的部分，我们会持续努力。我觉得要努力啦，啊，无你鼓励人生，啊，生生即卖要来送来咱好好读，哇，爱三拜托四拜托，搁来无位，哦，我觉得这样真的对我们的啊，咱的国民非常非常不公平。我希望讲，这个辖区里面只要这三聚会要送好好，好好一定爱修，好好如何来增班，唔是逐年呀，你爱较紧来事先，今日到。8月、9月，你要事先去了解，到底这摆家有偌济囡仔要去读幼稚园，咱的学校足不足，老师足不足？我感觉这个动作一定要走。哦，处长，我们来增加预算，也请议员支持。我就说我们都一定会支持啊。哪个议员没支持？那我们今年的幼儿园的增班呢？现在就要开始去调查了。好，我们先调查。为何前下去知影讲，即卖囡仔拢伫倒，啊，要去读册？咱卖讲来这个辖区内底要来读册，无教室，无老师，啊，来抽考啊！我觉得很不公平嘞。这政府安尼无责任吗？是不是安尼？啊，无你就卖鼓励人生啊！即马高丽人生，人要读册，你叫伊啊无法度。即马欠老师嘛，欠好迄个教室哦。我们要怎样来逐年？你安尼搞唔搞？报告议员，因为幼儿园的教育它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那有些家长他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幼儿园，这个我没有意见。可是要来读我们公立学校的，人一定爱修，想办法一定爱修，是不是安尼？这部分我们来清查名单，然后我们今年的预算来增加。对，处长，这样就对了，让百姓，让我们，你要苦民所苦啦。现在时间不是好好探假，你也知道，而且观光事业都被截止了。这被谁哈？一例一休，大家还敢会失声？我希望馆长跟处长出来听听嘞，是不是要幼稚园开始要来增班？要如何满足我们民众的需求？我感觉这较重要。好，谢谢处长。那在这里也要肯定我们卫生局哈，在这个时安把关的很认真哈。在这里当然爱给您肯定，啊，不过也罚款部分，那陈淑慧议员也有讲到哈，讲起来行李做歹做，那动不动就是外县市检举三名。结果人的业者完全不知道这个文字会有这样啊来罚款，对他们真的也很不公平哈。我们接触这件哈，所以我希望说我们能站在辅导的立场，好让南投县的业者中小企业哦，不管在这食品这类文字上，我们来帮他们，让他们的罚款降到最低，这是我们大家的祈愿哈。啊，谢谢大家，也辛苦大家，谢谢。好，谢谢我们王彩云王议员哈。那个普里国小吴校长，哦，来，你今天上夯，你今天最夯了哈，来，站到中间来了。我记得你是去年8月就任嘛哈。对了哈，八月哈，啊你，讲看讲你到普里国小诶，这个经验啊，该为什么要提早退哈？简单哈，甲咱所有校长哈分享的。大会主席，我们简议员，我们在座的议员哈，以及我们在座县府的长官，还有我们楼上的校长同伴哈，大家午安，大家好哈。
那首先我要替我们那个处长澄清哈，真的在过年前啊，我有去拜访黄彩玉的时候呢，我们处长跟那个张宏岭督学已经在那个理事长室，议会的那个农会的理事长室的时候，已经在等王议员了。所以我那时候有碰到他，碰到我们那个处长啊，所以我们处长说有我有去啊，我要替他做见证啊。啊，首先我想，因为我去年哈在五月份的时候呢，就已经有提出那个退休的申请。那去年因为校长调动的部分哈，后来要我到布里国小去哈，我也很感谢县长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了哈，看中我能够回到布里国小去服务哈。那这一年当中，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布里区的议员吴国昌议员，还有王彩议员哈，还有许许多我们布里区的议员都很照顾我。啊，我去跟他们报告校务的需要的时候呢，他们都有一一的支持哈，所以在这边呢，我真的很感谢哈。那这一年来，真的我们布里国小，真的在议员的协助之下哈，我们县政府长官的帮忙协助下，真的很稳定下来哈。那真的很感谢了哈。那因为这是我退休的部分，是我个人生涯的规划哈，所以我一直都没有讲。那我也觉得就是说，不要因为我校长因为个人的一个私事哈，影响到校务的运作哈，所以其实校内里面我也都没有公开的讲。我很希望呢，在整个校务的运作的部分非常的顺畅哈，所以这点呢，我也跟吴议员跟王议员报告哈，不是我不讲哈，真的我很希望不要因为我个人的失误影响到校务的运作了哈。那真的利用这个机会，真的很感谢议员给我的帮忙跟协助了哈。特别我在去年有十一年的时间在草屯区哈，我们草屯区的议员，包括我们大会主席简议员也非常支持哈，也很感谢他哈。所以今天下午变成我是一个主角，反而让我觉得很意外了哈。我这利用这个机会，向吴国昌议员、我们王彩云议员、还有我们陈淑薇议员以及邓锦贤议员哈，深深的鞠躬表达我最深的感谢了哈。那真的很感谢大家的，我这一个来来来来来，OK 哈，谢谢哈。啊，你的规划是什么？生涯规划是什么？我跟你讲哈，我电信局要退休的时候，我的规划哈是不适任人员规划，所以说啊，你看，我把这个电信局这个工作辞掉，但是已经我是投入来公职选举，所以说你简单讲一下，你规划是什么？啊，你因素是什么？健康，我看起来你都比我较健康，可能拢我来跟你跑步的时候，或者包招数你，你体力也比阮较好啊，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么多议员给你报，给你听，表示肯定你的这个教学，而且肯定你的能力哈、哦。所以讲啊，这一阵哦，我看哈、哦，是不是哈、哦？是不是我来给你调转来，搁调转来操盾的时候，你还搁继续歪提啊？啊，这个我们也不要讲家己的这个深处了哈，但是上重要啦。其实哈、哦，即摆提落去的时候，即摆政府哈、哦，我讲年金哦，听说砍了一半啊、哦，反正要听遐个退休的这个校长、教师的先是休休叫哈，听说啊，一天呐、啊、可能只有五六百块可以花而已哈、哦，所以讲这是玩笑话了哈、哦，但是不是说啊危言耸听了哈、哦、啊，我嘛希望讲你仔细考虑，今年你要看为什么这么多人就是咧，伫保利国小会用讲是上重要，把你放在那个最重要的位置啊、哦，我相信讲啊，这啊绝对哈、哦，就是要借用你的长才，尤其啊，你要看。人缘投，啊，个少年，个冲开，即阵咧先放你走。实在讲诶，我们这些议员真的，包括处长一定也唔甘啦，吼、哦，包括你学校的这个，这个莘莘学子马龙唔甘啦，吼、哦。我来就教一个哈、哦、轻松的问题了，吼、哦。你哪公真的有心为教育哈、哦，而且想啊、哦、做到啊届龄退休的校长哦，你们起来站起来。动一下了，好不好？来，到界岭。钟校长，钟美月钟校长，应该你也起来了。对呀、啊，你看，急功近利嘛，对不对？这为教育嘛，所以讲呢，为个有心
为教育心呢，真正的人就是爱，真正是鞠躬尽瘁。我讲，我甲足侪议员共款，包括今仔本席第十五届做议员了后嘞，一直就是在教育小组就没有跑，没有跑过，吼、哦，共款啊。所以说嘞，啊，那个校长请坐哈、哦。所以我希望讲大家嘞。啊，为着整个教育为用心的时候，我希望讲啊，大家会当共体时间，我相信的，咱阁继续来贡献哦，和咱的南投县这教育啊，哈，尤其现在的这处长哦，即摆嘛足济项目咯，真有魄力哦。那个吴校长，啊，您请。好，谢谢。啊，所以讲包括。啊，今仔足济议题吼，反毒啦吼，啊，整个足济吼，我嘛希望讲，卫生局还有那个教育处吼，拢也当啊做伙吼来研究吼。啊，我们今天证据发言的议员吼，同仁到现在为止已经执行完毕吼，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吼，谢谢各位，散会。